你没有看到吗？可是是不是被我的字挡住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正的，好，那就好。你们看今天的头发是雨林帮我绑的哟，跟我一样的，谢谢。今天终于看到果果了，嗯 ，Hello， 你现在也看到我了。我还没有吃晚餐，你们吃晚餐了吗？我喝个饮料，很可爱，谢谢。我喝个饮料。结果雨林爆炸，中秋节散步的部分，来，我们来解释中秋节。等一下，我谢谢思思帮，就是中秋节是满月对吧？中秋节是满月的，对对吗？对吗？先对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哟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回家了啦，这不就是我家吗？这就是我家呀，嗯，看到这个就知道是我家了吧。对的，对呀，那就是要去散，就是感觉在那种公园散步，什么哪里有公园？国父纪念馆。哎，讲到口红的部分，我还没补口红哎。怎么办？哎，我的口红啊，我没有，我现在嘴巴是我自己的颜色耶。谢谢你称赞我自己嘴巴的颜色，我忘记补口红了啦。八岁没在旁边，八岁等等八点半也要直播哟。世界刚好，现在见世界，我调上去了，应该看得到吧？没关系，那我要摇一摇。咬咬就会变红了。会发光，只是我没办法插，我插电我怕会反光，我来插电看看。等一下，你们要看它发光吗？晚上好，彩虹，彩虹花。等一下哦，插好了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的脸会那个吗？反光。那我们让它发光，挡到果果的眼睛了，有吗？哪里挡到我的眼睛？那我再把它放上去，我放这。是 IG 的那个挡到脸啊，这样子，嘿，可爱。我真看不出美。挂在门口不错，什么挂在门口？这个吗？晚安 ，T 恤哥，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大家，晚安，黄鱼有渐层的，很好看，有渐层吗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对呀，就是准备给你们看的。我今天直播一个小时，吃过晚餐了，吃了麦当劳，我好久没吃麦当劳了，很想吃。我宝金鱼 ，Hello， 正在吃什么呢？等等又可以在直播见面了。我刚想说为什么有东西在动，结果是我的那个小狒狒，我才不是小狒狒呢。我姓朱，我好想你，我也好想你们呀。爱的目光锁定你，锁定我。刚，一张都没中。下午看到果果下车，我那时候很紧张耶，本来就是想说要藏惊喜，结果根本没有办法藏。好想果果果果果果，我也好想你们，我也好想你。Hello， 那个，我的那个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在开那个暖气，它一直转，一直反光，我一直以为有人走进来，害我一直吓到。有人以为是柚子，雨林藏得很好。对呀、啊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藏呀。那时候那个 mini concert， 这不是外套，这是一件衣服，很可爱，给你们看，超暖，超级保暖的。叽叽，
有机会再发照片，发照片到 Instagram 上面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啊！啊！不好意思。对，最近真的很冷，我是说。哎呦，你不听话呢。好了，不要动哦，不可以动哦。他动了，除非软骨功。那时候其实好像要把我藏箱子还是什么行李箱的。Your phone fall down， 不是我的手机，是我的脚架。尖叫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他现在我的头发现在有点乱掉，就是雨林帮我绑的哟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很喜欢这个头。不一样的阿果，谢谢，我也就是我在尝试不同样的风格。半长颈鹿说不定可以，带一只长颈鹿到现场吗？你光头都可爱，那下次来个什么直播剃光头给你们看吗 ？I like your hair, thank you. I like it too. 今天心情好像不错嘛。对呀、啊，刚刚参加完品涵的生日会很开心，开开心心。就Team TP Kuni AKB 48 Team TP Kuni， 晚上好呀，大家。果果要结束直播，对呀、啊，面面让我完全抛开羞耻心，可惜我还是答错，因为我太喜欢你跟雨林。有吃到草莓蛋糕吗？没有，嗨嗨旅馆，我谢谢谢谢打杂的玫瑰，晚上好哟。我好像最近快要感冒了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先截图，谢谢变成鲜柠檬送的摩羯宝宝，下次一定要参加你的生日会。好的 ，Take care，Thank you。生日会没被雨林亲吗？那我们开心。谢谢谢谢谢谢、膝盖帮小可爱，还有酱油的酱油色的啊的忍者，火锅抛给雨林吹，就是不给他亲，就是不给他亲。Hello JC， 大家，我有点那个，眼睛有点干。很多人都中招，对啊，最近天气太冷了。不过还好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怕冷，所以我最近都穿那种很大的衣服，然后里面大概会加个，来数给你们听，一件背心，两件长袖，然后再加这个，踮脚应该就亲不到。对耶，我踮个脚他就亲不到了。主播名字这样，谢谢。额头好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保养了很久我的额头，因为其实我长就是，你就是常常长痘痘，所以就是要常常擦药什么。可是现在有开美肌，我还有一点点就是看不太出来，是黑流星啦啊，黑流星，怎么破音了？黑流星，我没有忘记你，只是你前面的名字。我要感冒了吗？没有，我很好，可能有点过敏吧。保养额头，对，保养我的额头，可是它时不时就会跑出来，真的是很讨厌我的痘痘们。看永远都不要出来吗？我的痘痘，真人也看不出来，真的吗？我来放点歌。我中了果果病毒，好不了的哟，这是好不了的病毒哟。雨林额头很高，跟果果哪有？有好呀，有一点点高。可是我觉得，
很多人好久没听到播音过，就是怎么讲，我很想要留长刘海，可是很多人都叫我不要留，因为这样脸就会看起来更长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可是我还是决定要留，因为我想要试试不同的风格。慕名而来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西门町是初期，现在是末期，无法治疗，只能一直推广。谢谢，现在这样真的很不错。真的吗？谢谢，我很开心。我那时候，我又要再讲一次，我那时候 mini con 的时候还真的很害怕，会不会有人不知道我是谁？来了 ，Hello。其实很短，大概零接的一盘是吗？少女，我还是少女。谢谢奥利弗昆虫的啾啾。想放一点开心的歌。我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晴朗，你的 diss 太猛。我没有看到哪里哪里。看到你，我超感动的。谢谢谢谢海豚的樱花。我在学员开玩笑说你都被镜头去，没有好吗？这样子，带着初心者真章。哦，这是那个。Hello， 张浩翔，好久不见。来了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谢谢，谢谢，Our dinner， 我还没有 ，Haven't eat dinner yet。你这一年来到底有没有吃饭？有啦，我没吃饭怎么活下去？各位，我同事很喜欢，谢谢。Because I just got home and I start my show, live show. 吃面啊 ！Hello， 大健，刚回来有很多事情都还不熟悉，所以 OK I understand. 来了，晚上好。身高分施牙十元，他们肉分给你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晚安，吃晚餐了吗？很快走回家。我以为你快要饿死了。我也不知道哎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瘦哎。就是我也有正常吃饭呢，然后又很爱吃零食。我 mini 那天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呵呵，我要哭了，就没有刘海了。对呀、啊，回归前，他是不是动了？他有动吗？谢谢，果果可以，可能一餐要吃三人份，等等带你去吃牛排。Where do you live in China？ 哦、我前几天才跟我妈咪去吃牛排，吃个维他命有。各位，我是健康宝宝哎，我随时都会喝水水，现在就来喝点水水。大家来跟我分享你们今天晚餐吃什么？水水喝水水，应该是没事。你是说笨蛋不会感冒吗？Hot water is good for body. 嗯。雨林健送欺负我有吗？为什么？吃牛排，吃你哭，吃苦你。吱吱企鹅，大家都很熟悉吧？
不会感冒的体质。我吗？我其实蛮容易感冒的。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呀？过得很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谢谢今天发的糖果，有吃吗？大家有吃糖果吗？吃糖果嘴巴会变甜。Don't be sick. OK。哎呦，现在跟朋友吃饭中，水挂听，好好吃饭，顺便听我讲话。Because I know it's very cool. 对不起，这是你们一直支持着我，一直当我的粉丝，然后就是一直 support me， 一直支持着我，对，然后。直播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告诉我，可是你没有封楼上那么大。谢谢吉米粥。哎呀，我要讲什么 ？Hello 小精灵，谢谢吉米粥。哎，我先继续说，我说你们一直支持着我，然后呢也一直应援着我，然后对。所以呢，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听听你们说话，听听你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心情不好也可以跟我说。今天表现不错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之前表现不好。谢谢果果推，谢谢你。生日会哦，谢谢。我英文不太好啦，谢谢双胞胎哥哥阿如送的樱花，大家有听到吗？很期待之后更多见面机会，我也很期待哟。所以直播是果果诊疗室的概念吗？你们可以跟我说你们的心里话，想听哟，我都听。果果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果果今天早上去练习，练习完之后赶去品涵的，我们今天跟品涵就大家早上团练，然后来就去品涵的生日会了，然后呢去完品涵的生日会，我现在回来了，回来这边直播。金你好可爱哦，谢谢。真的很担心果果会消失很久，中间一直在等待好消息。谢谢你们一直等着我。可惜只播一个小时，没关系，我一个礼拜播两个小时。生日会的感想，生日会的感想，我觉得因为我第一次参加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玩，然后跟粉丝的距离也很近。我最喜欢果果了，谢谢，我也最喜欢你了。不过脚太瘦，要多加强肌力才不会受伤。我很害怕果果不回来，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有没有更可爱？你们要说更可爱？有没有期待？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我自己的生日会。今天的生日会很好玩，可是好冷哦，说真的好冷哦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冷？我姐今天离果果超近的啦，第一排第一个啊，我记得，没有最可爱，只有更可爱，要比以前更可爱的，谢谢。Hey, how is going? It's all good. 我以为你三年后才会回，今天很冷耶，狗狗更可爱了，谢谢谢谢。但现场很热啊，现场很热吗？现场很冷，我觉得现场跟外面一样哎。狗狗感觉超冷的，我真的蛮冷。我现在在家里也穿成这样，我超级怕冷。声音会不会太大？果果太瘦，被脂肪所以怕。
会多增加脂肪的，每天吃肉，很多很多肉。讲到这个，我可以开零食吗？尖尖的东西，我也很怕冷，大家要多穿一点呀。因为你穿，因为哦，穿短裙是吗？可能是。多喝温水，好的哟。看到你太紧张，突然忘了要讲什么。我要怎么才能送礼物啊？我也不知道耶。谢谢玉的 kiss 啾啾。以后直播你要带一样东西来吃。好的。吃，我现在打不开我的零食。谢谢试试帮的啾啾。啾啾。你有吃到？我没有吃到，我就回来直播了。我很想吃，拜不拜不，吉米都要拜拜了哟。不小心被发现了，等一下我真的打不开它。狗狗没吃到50公斤，我的目标是胖到55公斤。大概知道狗狗的生日会要送什么，送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那个草莓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。Hello。我打不开，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打开了。用它，哎，我没有拍到我的这个。拯救时间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到底要意外几次？应该多点肉。好的，我努力。晚上好。Hello， 蜡笔，门道小心到捏到，谢谢。我过日，每次都一定会倒哎，是怎么一回事 ？Hello， Amy， 自然就好。觉得果果真的有名模脸，很适合接代言，真的吗？谢谢。经常商找我代言模特儿，代言模特儿，当模特儿，我可以那个当模特儿。对耶，今天感觉你脸变长了，是因为我刘海不见的关系好吗？刚刚表情 too much 啊，不要了，那我面无表情。忘记要讲什么，可以代言衣服啊！九步，我好喜欢你，谢谢。我明天也有直播哟，各位。不过舞练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可是我会很努力练习的。嗯。天生的衣架子，没有了。以后会固定哪天播吗？我想一下哦，我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是1跟5，嗯，但我有一天讲到，我有一天好像是1月有一天是礼拜三播，不过没意外的话都是礼拜一跟礼拜五播。不要太用力，我怕你脚会断掉。没有那么夸张。刚好接。啊！
你们要剪我好看一点的。嗯，好好吃，尽量拍出。不用啦，能来看就来看。宏伟晚安，都是八点开始吗？对，谢谢，这是我的招牌指甲。有，还有我可爱的戒指吗？想出去买一包来吃。今天是巩国第二次，今天是第三次吧。早上八点，哎呀，我是晚上八点。讲到指甲油，雨林真的很厉害，招牌缤纷果耶。好，那个下次换那个 MMM 的那个颜色。咸豆酥，蚕豆酥。我开到十点，十点有点点太晚。嗯，果果决定应援色了吗？我之前红色 ，Hello Ken Bro， 应援色的部分嘛。预言赛之前不是决定过了吗？对吧？那对吗？好吃。我没有决定吗？我记得我有决定啊，红色不是吗 ？Hello 各位，我没有决定吗？我有决定吧？我记得我有决定哦，我再跟公司讨论一下。好的，我等等结束就会去吃晚餐。Hello， 可妮可妮 ，Hello， 阿芝，我记得是红色，不是吗？还是我是说我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？Hello， 草莓酱。应该也会有想象的，嗯，其实这一年来看到他们，多的都是觉得很，看到他们出 MV 啊，然后上舞台有活动表演，都觉得很棒，就是我们的团体感觉有在进步，就觉得很开心。那就红色吧，嗯，正在努力跟上当中哟。嗯，越来越上轨道了。嗯，所以我也会好好加油。石原吗？是石原吗？石原来陪我的吗？太久了，有点忘了。我记得是黑色啊，不是黑色。黑色，我记得是红色呀。来了来了，很想你。记得喝水，好，喝水喝水。大家好，这边是果果诊疗室，请问大家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的吗？其实我也有点忘记我没有决定，等我确定之后再跟你们说。功课有变好吗？
应该有吧。晚上好，今天心情好差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心情很差？一下十元的身高，什么？怎么样能长得跟你一样高？英文有变厉害吗 ？I think 有。吉米周哈喽，你回来了，谢谢谢谢七七，水果冰 ，I love。晚上好，吉米周，你回来了。好美呀！其实也不厉害，真的不厉害，是真的不厉害。不过我很喜欢英文，所以会讲一点点这样子，但其他就不知道。我觉得以后是吃播加狗狗诊疗室，我边看边吃东西边听你们英文的，英文的都不敢不敢。有看什么电影？最近没有看什么电影哎，可是我都看那个影集比较多。有最近看的一部就是那个小丑，虽然我很害怕小丑，但是我还是看。很沉重的一部电影。冰雪奇缘我超想去看的，可是我还没有去看，是在学校学的呀。或者是其实看很多那个影片，看很多英文的影片或者是什么什么的。看美剧或电影能不看字幕吗？有点难，不过我很认真听，就是你也很认真去听，你才会这样。还以为你不敢看小丑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不过我就又很想看，就是很，然后呢，整个小丑就又一直被吓到这样。果果回来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要赶快跟上大家。That's all。要赶紧跟上大家的步调。躲在小下水道，不是那个小丑啦，是 DC 的小丑。其实我只要是小丑都会怕。可是我都有去看，这个花花真的好可爱。果果家也要冲，大家都真的进步了很多，然后很多跟不上，或者是很多又要重新开始适应的，所以会好好加油。我是很闪亮的，带着自信练习，加油就可以。大红鼻子恐惧症之类的，真的真的很可怕，连麦当劳叔叔都觉得很可怕。打杂的 ，Hello， 打杂的。这当然的，不过不要挫折，大家跟好的。纸房子，你是说那个西班牙文面包超人呢？什么面包超人？我会好好加油的，不过有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挫折，因为就是有一些事情不是面包超人，也是红鼻子，哈哈哈。不过都吃肯德基吗？没有，我喜欢吃麦当劳。可是肯德基的蛋挞呀，我超喜欢的。哈
快乐林杰。林杰，我想你了。晚安，林杰，晚安。林杰今天没有播哟。我刚刚绝对没有说你的额头鼻孔过，可是林杰的脸很好看啊，林杰的脸大概是这样子啊。不要想太多啦。没事，好了，没事，继续来谷歌诊疗室。还是果果吃播，花在果果头上是不是比较小？哪有这回事啊？结清病毒，但是我好开心。那有中了果果病毒吗？脸也长得很好看，谢谢，谢谢小星星。林杰爱你，啾啾。我一直在吃，我今天看到九点，可以开晚一点点，因为我刚刚一直跳掉。Hello， 木木，木木，这是木木。IG 搜寻郭星宇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。买来吃好了，要吃正餐。我最近一直以来，就是我很喜欢，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豆花，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就是很妈妈很喜欢吃豆花，超爱，还有姐姐很喜欢，可是我就不喜欢，我都爱吃那个仙草冻，然后可是后来长大就超爱吃豆花，然后我现在很想吃豆花，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吃豆花，每天晚餐吃完晚餐之后都吃豆花。果果等等才吃晚餐，等等继续吃呀。对，我想吃豆花哦，不知道等等关了没？我等冲去买热豆花。热豆花好吃，冬天吃好好吃哦。你们都吃什么啊？我是都吃绿豆，谢谢瑶的 love， 谢谢。唱的我起鸡皮疙瘩，我刚刚说去哪里了？我吃豆花都加绿豆、花生、麦片，好喜欢的，好想吃哦。豆浆早上当早餐，一定要有花生，对，一定要有花生。我跟你们讲一件怪，我的，谢谢海豚 ，Hello Erica， 就是。我还没讲完我的一个怪癖，就是紫米，不是冰的豆花要加柠檬，真的吗？好吃吗？谢谢 Yuki 的樱花。为什么你的饭？我也不知道耶。紫米我要吃甜的，我没办法吃咸的。然后芋头也是，芋头我只能吃甜的，不能吃咸的，你们懂吗？
罐头的，罐头的我没有吃过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吃过，但我没有很喜欢。紫米饭团，对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就是我敢吃香菜，我很喜欢吃香菜，还有那个九层塔，我也很喜欢吃，我也很喜欢吃蒜，可是就觉得不知道，要放在火锅的芋头，我就完全就觉得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可怕！紫米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紫米，紫米粥甜的、啊，配那个红豆的那个，哦，好想吃哦，好想吃哦。然后呢，就觉得有些炸芋头酥吗？我没吃过哎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做的，也不是我做的、啊，就是我拼字。火锅芋头要沾那个咸咸的酱，我没有办法。炸芋头，炸芋头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如果是甜的话，我改天可以试试看。我喜欢吃那个蜂蜜加芋头，有一个甜品不是蜂蜜加芋头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好吃。圈圈，你回来了。拔丝芋头，对对对，那个也好吃。拔丝什么地瓜也好吃。今天果果跟我说好久不见，还以为你忘，才没有嘞。甜的吃起来很绵，沾甜的酱就是啊，沾甜的酱就是甜的。芋头饼，芋头饼我也没有。可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把芋头煮到就是整个在火锅里面不见，因为刚刚被换掉了。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谢谢宁杰。是不是大家都去跑去看鱼鳞？恭喜升级！林杰，没有，嗨，新人，好短的，你们好坏啊！脸好长，哈哈，自己说，我真的很想吃豆花。麻油，麻油也在开播吗？感觉鱼露会很香。不行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Hello， 樱桃猫。我现在也好想吃豆花，真的是想想都觉得好，好好吃。谢谢国宝金鱼，林杰也，对呀、啊，林杰也。要往肚子，加汤圆跟芋丸，嗯。谢谢，我不太喜欢加那种，偶尔啦，偶尔会想要加那个小珍珠，就是珠那个珍珠，不然会饿。啊，我好肚子饿哦，我想吃豆花。有啊，可是我没有吃到，雨林也没有吃到，嗯，超可惜。好啦，我去买给你。谢谢，谢谢夜风送的骰子一点。为什么你们先？对啊，我回来
要回来直播呀，来不及。眼睛干干。我床上有很多舒服的抱抱的东西。谢谢郭宝君鱼送你 love。啊啊啊！啊啊啊！我真的快感冒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穿够多了，今天很好玩，不过今天好冷，今天真的会很好玩呀，我觉得猜题的那个超好玩，我跟你说词源超好笑，关我什么事？对，就是我们去玩，有一题是要猜，就是猜间谍是谁。我们四张卡，三张横滨，一张神户。我以为神户，我那时候以为神户是神社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。真的很难猜，你火箭耶，玄乎那一些，所以是头脑的问题，我以为是神社，有没有好好圈粉，应该有吧，有漫威好好圈粉吗？应该只圈到了李维，牛肉很有名。你圈到我了，圈。好好吃。我吃的口味是粉红色包装的，那个真的很好吃，就是酸酸的。你不知道当什么？拉夫拉夫，结果猜到台南，喂！不是啊，因为我就以为是神社啊，玫瑰海洋，对对对，那超级好吃，快去买，又有火箭了。国宝金鱼，我也圈到国宝金鱼。广告台，广那是广告哦哦哦哦。大家都要被我圈起来了。在看台的都要被我圈起来了哟！我们果果还有很多魅力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，啾啾比较可爱？圈起来！你抛弃我一年，我也在考虑要不要。不行，你被我圈起来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走不出去了，你被我圈起来了。慢点回个小圈，谢谢。圈起来，快点圈起来，以防你们跑走。果果就是有天然的魅力，谢谢。回归那一天被圈，大家谢谢大家圈圈。你们看到我在圈圈吗？早就被果果圈起来，感冒吗？好像有一点点感冒。
其实以后阿国也可以对国宝，不行。你学罗莎给我看，怎么学？你在画圈圈，我要睡着。为什么？打圆圈到现在，现在没什么。陈思源，你不要来那边跑，暴露我的真实好不好？我当然直接落泪，有没有？哭了跟大家讲我的心事。不行，我才是果果诊疗室。他早就没这些。我真的直接哭哦。可以，绝对是可以边吃边聊的，这样你们才会感到舒适感，才会放下心来跟我聊天，是吧？分一半给果果，好的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你。那我分一半身高给你。那天舞蹈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奥利弗观众的麦克风，是 AKB48 Team GP 的耶。谢谢阿里佛昆虫，这好可爱哦！谢谢阿里佛昆虫，大家也不要送我一支 AKB48 的麦克风，送我一支麦克风，要礼物要奖，礼物礼物礼物，我要 AKB48 的麦克风。搞不好圣诞节要打折。谢谢奥利弗昆虫，耶、yeah, ！谢谢麦克风，谢谢。很想，但没办法。我也要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我也要麦克风，志远也要麦克风。啊，麦克风！谢谢彼岸，谢谢。谢谢管湖的麦克风啊，好开心啊，好多麦克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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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们来了 ，Hello 哥们，你好，你好，很多甜点跟蛋糕的，那个好可爱，是金色的耶，所以没办法氪金，来了。你好，小星星。嗯，小星星。期待果果站上 C 位，谢谢，我谢谢。我在吃那个可乐果，好好吃哦！是粉红，哎，这去哪了？这是粉红色包装的，超级好吃，快去买，快去买！啊，可乐果了，啊，对对对 ，Team 170对抗 Team 50是。好久没吃可乐果了，去买那个新口味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一边吃一边播，林姐也是这样吗？
是不是解忧杂货店？没有看过耶。肉肉一云梦啊，果果是不是？哪有，我没有。等等等等，真的，别真的干嘛？晚上好，富伟哥。他又一次卤肉还打翻译。但那天在我家也是要吃鸭血，他吃了两份。好的，我回去看看的。晚安，富伟哥。谢谢富伟哥的摩羯宝宝。为什么有摩羯宝宝？两份鸭血。对，两份，就是两份，超多。我在练排名了哦。两份就两份啊？不是，他是连那种一碗的，他才吃了两碗。棉花糖，我喜欢吃棉花糖。看完电影跟好开果果的。谢谢，这是什么很可爱的花？樱花雨，谢谢，谢谢富伟哥的彩虹。哦，是摩羯宝宝。吃播没有问题，我要 AKB48 的麦克风。嗯，哈哈。I'm not there you go.想看一起跳舞，然后看林杰，林杰真的很认真在教我跳舞，很谢谢他。耶耶，谢谢膝盖帮夜风的麦克风，谢谢德全玉的玉。完全没想到呀，完全没想到呀，真的吗？谢谢。撒娇很可爱，撒娇很可爱，那你要不要送我一个麦克风？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林杰他真的很有耐心，就是因为我学舞蹈学很慢，他都很有耐心教我。林杰你还在吗？我这边真情跟你告白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然后我手机忘记充电，所以我要念排名了。一支麦克风，信心加一百。对，等等，播到几点？播到九点，我们超过了。那、他不在了，没关系。林姐也是变超手，对呀、谢谢 Vivian 送的樱花，还有黄鱼送的骰子。全，我的那个字发音啊，德全，德全，你好，德全，我知道怎么念啊，念错了，念错了，嘿嘿嘿，谢谢德全。我来念排名了哟，果果果果，为什么我声音啊？眼睛也长，记得要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要来念排名了，我以后只念前五名哦。很多人会念成玉，就很像某个玉啊。全哥，你要被我圈圈圈起来吗？圈圈圈。你好，我是新加坡粉丝。你好，不能前十吗？只能前五，我坚持。谢谢奥利佛昆虫的麦克风，谢谢奥利佛昆虫的麦克风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好吧，
那我今天念前十，然后后天以后就念前五。谢谢阿力彭坤龙，我现在自信满满了，满到天上了。前五很难冲耶，对，就是前五。谢谢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多好多好多麦克风。还有谁要给我麦克风吗？好多麦克风有。我还要，我还要。不行，我要坚持念五名，我以后只念前五名哦，各位。舞台上给你，好，舞台上我自己有，我自己。比戏里的还厉害，哪有？好，国法金鱼没换回来，我的头贴，嗯，什么头贴？拼命送麦克，我以后只念前五名，好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念了哟，我要来念了哟，我要来念了哟，念完就要拜拜了哟。再来念前五，再来念就要念二十，现在没有嘞。我们来看看，怎么看呢、啊？请问要按哪里？果果下次直播是明天，我明天也有直播。OK， 我还要研究一下，我要怎么念我。贡献榜，在哪里啊？可是现在有个公告，桌上。啊哟！哦，他被挡住了耶！他被挡住。啊，有了，这个吗？钻石榜。有了有了，我来念前五名，我搞不好以后只念前三名。第五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四名是彼岸，谢谢彼岸，啾啾啾。我念去第几名？这是第三名，德全，谢谢德全，麦克风，麦克风。还有第二名是叶枫，谢谢叶枫。第一名是我们的奥利弗昆虫，谢谢奥利弗昆虫。耶！卡了吗？卡了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今天不是要破例好吗？我就破例，那我再念一次。那我只念阿杰，哈哈哈。第七名是林杰，耶！啊，第六名是广湖，是吧？是广湖，臭广湖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没有跳过你，我念了你，谢谢。林杰看不到的，大家晚安了哟。欢乐的直播要有自信啦。好的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赶快去洗洗睡，洗洗睡。对，大家二十一号要来看我的表演哟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好了，我要拜拜了。我要去吃豆花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开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我明天
也是一样八点播 OK 八点播 OK 八点播 OK 要记得晚上八点哦拜拜